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智，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王富贵大爷告诉我，他曾经做过一道菜，虏获了对象的芳心，就是这中式创意的火山土豆泥。了解一下，将土豆脱去脏衣服，切成块，反正怎么爽怎么切咯。倒入蒸锅中，来个蒸拿蒸熟，大概蒸个15分钟就 OK 了。往蒸好的土豆中加一小勺食盐，切记不要下手太重，用勺子把土豆碾成泥，像这样子啊。把土豆泥呢盘出一个漂亮的小火山，再用叉子撩出纹理细节。锅中加油烧热，倒入姜蒜末三兄弟爆香，把勺豆瓣酱炒出红油，倒入肉末翻炒到变色，再来一碗的清水，再来两勺的生抽，一勺的蚝油，搅拌搅拌，倒入小半碗的水淀粉，可以让汤水更加浓稠，但颜色好像不太美丽。那我们再撒点彩椒粒，这样子火山浓浆就做好了。自上而下的让浓浆倒入火山泥中，感受着岩浆的流淌。他说总能融化他冰冷的心。我说王大爷您真有两下子。